我那么喜欢他，他竟然跟……杜鑫，我可找到你了！怎么，软饭吃得香吗？太香了，这玛莎拉蒂开着太好了。哎，对了，你不跟你前男友最近在一起吗？怎么又换了个不认识的？我都告诉你那是我前男友了，我们俩只是去吃顿饭，有什么问题吗？你乐意干啥干啥，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你想好了是吗？你别后悔！啊，你头两天不说要来给我介绍对象吗？我现在就要，我后悔！你们抽什么风？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能不能对自己负点责？算了，好不好？你给他道歉一下试试。你是想告诉我，这张纸撕坏了就不能修复了是吗？你要不喜欢我，你直说行不行？天天吊着我，啊，有意思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之前干点事儿，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是吧？你狗牙随叫随到。不是的，我刚开始是有点不认真，但是我现在是真的喜欢，就离不开你。给你听个东西啊。说什么呢？我跟他在一起还不是因为现在没有地方住啊？不然你觉得一个工资四五千的能配上我呀？姐妹，你看他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有什么过分的？他现在用几千块钱房租就能享受到别人以后几十万或者上百万才能享受的，他就算知道了还能有什么坏？